让三个一组摆 pose 给你见识一下他们的亮丽程度。我们滑板要开始动了，好，来走吧。换 pose。小心！好危险哦！完了，什么样的一个整人斗志？有危险，全要解散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台子？新生偶像，我太幸运可以看到这一次。你们先不要上，先不要上，先下来，等板子开始动再上。天哪，你们演的好真哦！我的天，板子开始动吧，慢一点嘛，慢一点。好，上去吧，上去吧，动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好。有，没办法认真看，我想到我人生已经够了，我要回家。我终身就期待看到这一幕。不想失去因为是出于真心的被弄到，所以就很感人。你大概都吓到就，甚至一只脚都弹起来。小贤舞蹈算是可能比刘真强一点点。小贤，你可以下腰吗？2010年最中肯的一句话，跪着哎。好美哦，这边恭喜好好。好厉害哦！这不是才是舞蹈界的专家。可是你头跑歪了，吓死我了！一起来，你知道刘海怎么样？以前的国片就是在中山堂放映，每次只要播武侠片，我一定到。然后你看完就练功吗？但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只看动作，不看剧情，学动作。他又开始激动。哎，对不起。中山在中山堂的广场打吗？后来慢慢就衍生到学校去，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说是去专业去研究，去用这种动作去攻击同学。OK， 这就很可怕。打这样，因为假发掉完之后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如果你在学校里面被当成是不乖的学生，那老师们通常会怎么对付你们哈？我们这样讲了，叛逆啊，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成功一定有叛逆。我的性格就是叛逆。你干嘛跟我讲人话？你就是假发，你在那塞了跟真的一样。对，不一样。其实为什么今天戴假发？其实早期因为我们在国中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发，就是发。而且他给的道理是因为你如果留长发，你会把所有的心思就放在你的头发上，这什么道理？太谬论了吧！国家会沦亡，民主会败。对啊，那美国就没有披头士了。对，对不对？那英国太不应该了。美国也没有披头士，没有。艾莎觉得台湾的捷运上比日本的比较少电车痴汉这种人吗？嗯，大家都没有碰到吧？有，我有看过，有还是有。那你有救那个人吗？那不需要我救。你说你看到是刚刚就长这样子，一个背背在跟在旁边跑来跑去。不是，我是就大捷运，然后我站就是站在包厢里面，然后车厢。包厢。那你是去有包厢的讲话不露电车主题的包厢吗？有车长打扮的那个小子。米可白，你选的是萧亚轩的。哦，哇哦。为什么后面两位不是看比较多遍，应该要？你安眠药不是戒了吗？要好好的啊你。那我不会跳，我很难呢。没有，他是要转这个，就是你这样对不对？左右，左右，然后重心蹲下来一点，你跳舞一定要有点歪，微弯，不然会容易倒。然后脚开出去，嘿，不是，脚 OK 这样子对不对？踩住脚尖，脚跟往外面这样，对，但是要提起来，所以是往上，往上，对。往上。
英琦，你穿成运动服之后身材。 你没有看小白他们腰，我其实我有玄机耶，我就是衣服的关系。英琦，你可以大胆把腰拿出来，没关系啊。你要把我的秘密讲出来。作弊有作弊有作弊。不要穿硕身衣，我可以把我硕身衣借他穿。你怎么可以穿硕身衣？好炫，天哪！哎，你现在运动干嘛穿硕身衣啊？你是为了要捧小 S 的掌吗？我每天都怀疑，我是度圆圆。徐理，所以这种是一看就知道他有做手脚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知道，你如果眼睛锐利一点的话，它这边是有一排扣子，你是有透视眼的。我可以看到衣服本身，可以，那个是可以露出来，没有关系，你是什么颜色？是黑色，黑色可以。哪有人在运动服里面穿这个的啦？ 啊，这个是汤匙吗？哈，然后我们刚才从餐厅拿，对，完全是真的汤匙，是真的，好，拿给那个小钟。从餐厅拿，不是我不行啊，刘老师啊，你说把它弄弯了，你有跟你讲，你可以吗？像麻花卷，对不对？对，加油来，不是我的是道具啊，不是。你手这样，你手这样，勾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一般就搬开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你帮我搬开。 哎，好厉害啊！你手指拿出来啊！那你在旁边，我看看。不要，这样很难看啊！你们很过分。我看看嘛，你很少跟他在一起。哇，眼球都灰白的。你看得见吗？小钟，你那个腋下湿了，不行吗？ 最近听说了演员在收入，我觉得哇很辛苦。因为他们一档戏要拍多久啊？那时候是两个团通通都加入演吗？对，拍了多久？马吉朵好像拍了4个月有吧？4个月啊？对啊，你拿了多少钱？你问我没礼貌。好像1万块吧。一集1万，然后你拿你出演几集？也是13集啊。4个月啊？因为大堆头。算一下，4个月13万嘛，除以13万除以4，4212。 觉得你们两个对耶，对啊，我们不好意思。对啊，人家不高兴。很对呀，完全不搭。不会啊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三个男的面相里面，他的面相最好。而且矮的都是老板，高的都是保镖呀。他好像比若雅年龄小一点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不小了，你有30吗？刚好。刚好什么？刚好。那我们同年的，你有30了？我30了。哎，我想问你们的鬓角是画的吗？ 不是，我稍微补一点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鬓角是有补一点，是有补一点，因为我今天早上。你干嘛一直坐下？不是，先不要。来来来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先听我说，先听我说。10位有买《锦行星》专辑的举手。哎，大家不要娇嗔了，有买就举手，没关系，我不会笑你啊。有啊，有买过啊。所以，泰伦斯不买的原因是。 长相都要帅，对帅，然后。你不懂他们为什么？锦行星3个男生谁最帅？林志炫最帅，林志炫最帅，林志炫最帅，林志炫。林志炫，林志炫，打棒球的好吗？王东城戴的是大肠包小肠，大肠包小肠，这个是很典型的台湾小吃。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我家楼下就很方便，都是夜市这样子，所以。 就有很多小时啊，那这个我觉得很方便。可是有高下之别吗？就是大肠包小肠好，就是欣赏的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哦，就是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香肠，然后再加一点就是糯米，会吃的很饱这样子。可是它应该这家好吃，应该是跟它里面塞的东西。我觉得它里面酱很，就是它有很多酱可以选择。
是什么芥末啊，甚至是什么，甚至是瓦萨米，然后花生酱干嘛都有。所以是甜甜咸咸辣辣。对对对对，这可能看你当天心情怎么样。佩嘉，你知道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他讲的很烂，讲到爆笑。小明刚买一台摩托车。哎呦，小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好意思叫小明，不好意思，他买了一台摩托车，很开心。是黄小明吗？就我爸就是叫小明。他一直骑骑骑，不小心跟一台宾士车撞到了，啪嚓！哎呦，然后宾士车下来四个大流氓的，哼，年轻人买新车哦，没有啦。然后那一个流氓就把地板上面画了一个圈圈，你站进去里面不准踏出来，你踏出来我都打你一次。然后那其他四个流氓就一直卡他车，胖胖胖。然后那个弟弟小明就一直这么笑。一直笑，一直笑，啊，好笑，好笑。然后流氓说：“还笑，下次再撞到我的话，我就把你打死。”然后车开走，嘣，走了。那旁边一个路人就看到小明一直在笑，他觉得很奇怪，就过去问他说：“弟弟，你刚刚流氓卡你车，你干嘛在笑？”“不是啊，我刚把脚踩出去，他没看到啊。”“不然这样好了。”“好可怕哦。”“不然这样。”“我们无意的时候他很好笑，但他当他认真想要把你逗笑的时候，通常都好冷。”“没有错，就比方说，哎。”康永哥唱首歌吧，你知道那种感觉，就会觉得哦，我应该要选一首我可能比较拿手，但是可能会就造成一个反效果，刻意了，对，刻意了，刻意的。如果你今天很自然的，现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好笑吗？求助你